不知道干嘛，所以看台。嗨，番茄。有，想跟你讲，反正今天没有要开台，想要私下去看一些影片，然后就是就看看影片，然后慢慢挂着练技还怎样的。然后结果小林就那个学妹啊，就突然一个早上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刚醒还是没睡？”我说：“刚醒。”他说：“你等一下开台吗？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上网课很无聊。”我说：“好啦好啦好啦，开啦开啦开啦，就开了。”嗨，黛玉，对不起，你也要道歉啊！哎，你的会员呢？你的绿色会员呢？你那个绿绿的酷东西怎么不见了？啊啊！我稍早去申请跟子瑶的啊，子瑶问子瑶大大愿不愿意开金赏，但被拒绝了，我很抱歉。哎，大家早啊！应该有开麦哦，有，好，重新打招呼哦。那乱的就算了，右城安安，立人安安，Jacky 吗？安安，小雪樱花，安安，雨恋，安安，幼眠，安安，番茄，安安，西安安，呆鱼，安安，小林，安安，番茄，安安，烤腰啊，番茄两次。吉利丁，安安，金玉成，陈玉金，安安，刘冠义，安安，小兵，安安，夜莺，安安。这个夜莺，你是？那个加好友的夜莺吗？你是在聊天室加好友的，还是在社群里面加好友的？因为有两个夜莺撞名。陈怡元安安，天野安安，阿云安安。今天四十罐蛮牛进货哦，什么意思？重要安安。哦，铁牛还蛮牛，我想我看错了，再看一下蛮牛。你说四十箱还是四十罐？40罐哦，40小时哎、欸！我本来想说问我姐，感谢接受好友，没事啊，通常。你知道蛮牛啊，四十块。我新兔包，他已经很久了，他已经是老包子了好吗？他是年轻的老包子。成年老包子。教主篇文下有一个夜莺是我的共友。哦，对，那个夜莺是不是很正啊？那时候看到那个有人的贴，那个头贴，他说这个夜莺很那个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哎，还蛮漂亮的哦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可恶。我也没有去加人家啊。还是我去加一下，按个色黑。嘿嘿。对不起，我不到六个月，我新人。你还敢说你新人？没有，那时候本来，等一下，我记得是我自己的贴文吧。不是，我觉得加了那些
在社群加了那些人之后，啊，他们也不会跑来看我的台啊。我跟他讲说可以啊，但请来看我的实况台，加我好友这样。我只加来看我实况的粉丝，这样应该要这样讲才对。那些假粉丝，你会考结束了，恭喜！注意听安安，有点大声，好累呀、啊，好累呀、啊，好累。还不是啊，我的聊天室嘞。林阳安，克洛一早，早安，早安。啊，你光遇是那个很常穿扁蝠斗樱花头，好摇，对啊，谁？我现在都是点火点的一。点火一下子而已，就换掉了。混乱公子，反正现在没有打卡，我可以随时换游戏，这还好。有卡真方便。什么卡？啊、看，我要只是要挂在上面，好酷啊！超强魔法。混乱攻击，乱射，幺幺安安，还是我开台剪片啊？因为我记得昨天好像是2小时22分，好像发生什么事情？天葬金龙 Visa 哦，这就是大人的浪漫，你懂吗？大人才能懂得大人难过的东西，卡在。于娜安安边玩边剪，真的是不可能啦，白痴哦、喔，动不动就马上按暂停，根本剪不完。好，那我们来直播啊 ，Premium， 直播剪片也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要另外截一个时光。你很爱唱歌听歌啊？我是很爱唱，不啦，对，爱跟会跟喜欢是不一样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爱，对，爱跟喜欢是不一样的，爱跟喜欢跟会是不同的东西。你喜欢唱，你喜欢画画，可能只是兴趣。啊，你画画，你爱画画，只是你更喜欢、更有热情的画画而已。啊，你会画画，是你的一技之长的东西。嗯，有这个，然后新增是双子。这样子，等一下哦，截图视讯网页夜用是什么东西？天哦。傻眼，他没有字中，哭了。没有、啊，
他们要自宗，天哪、啊！保证你，保证刷你三观。哎、欸，我想到我朋友传给我的超好笑的唱歌影片聊天，有版权吗？你觉得会有版权吗？你传赖给我，我用手机看好。哦，这界面好噩梦，不会啦，就是稍微随便剪一剪嘛。我先把音乐暂停一下哦。来，现在来到了我们现在要把昨天的记录档啊往里面丢。太多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味道。强迫症发作了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因为我现在是用，也不是用全萤幕剪那个剪片啊。看一下、喔，我就是2小时22分。来，这个就是平常我们，哎，工作的画面。来看好，你们可能现在就这个画面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其实会，我啦，以前是这样子拉两个音档，下面是音档，上面是影片档。然后现在因为以前左边这个嘛，左边这个只能调6啊，现在可以调到12了。不是番茄死掉的画面吧？啊，番茄撞到脚是不是？是番茄撞到脚的画面啊？可以啊，可是我在这房间看到，哎、欸，没有画面呢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能这样子剪哦、喔。哦，好吧，那你们，哎、欸，没有看不到画面可以吗？你们听声音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、喔、小林传东西给我。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？我不知道欸。你就是大家的开心果吧。前面空格不能洗掉。什么空格？你说这个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在找那个哪边好笑片段。不然我一个键就好啦，这边。啊，我也忘记当时怎么设定的啦，之后我可能要问一下杰克。因为那时候是他教我什么就是有稍微调一些快捷键。好像是从阿斯那边学的吧，就是我们不是按 C 吗？按 C 可以就是那个片段，你看好，按 X 是这样剪片段，对对，卡了，你看剪片段，然后这样子有没有剪掉？剪掉，这是什么剪辑程式 ？Premiere。听一下哦。我觉得他唱的蛮好听的哎。哎、欸，那我这个应该可以播，因为这完全没有版权攻击。来来来来，那个给你们听哦、喔，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说我喜欢听万有引力吗？就是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，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？就可以播啊，这没有版权啊，你看啊。吃了夹心巧克力。当我偷偷看你，当我偷偷的想着你，想些深奥的问题。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，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？那完全就是没对到拍子啊，而且是自己，我想说是自己开发新的歌还是什么的，又不是完全是不会唱，嗯。网页用视讯，等一下，文字频道网页用荧幕截图，还是我截荧幕啊？可是好危险哦，万一让你们看到我在看色色的东西怎么办？哦，好害羞，好害羞、哦。
用全幕截图真的是很有勇气耶。全幕这样子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是网页用剪片台，没有啊，就是给他们看我在干嘛啊，还是我可以这样子，你看，等一下，我先确认一下啊，我有没有什么不该给你们看到的东西，关掉。咚，一听到你下课铃，有记录档，什么记录档？啊，你有听到曹操版本根本经典？有啊，我想说他就是整个是走音又没有对照拍子啊，想说才可以播出来。好了，好像可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那就是魔力宝贝的画面啦。那后面这只是我老婆，好吧？我咯，当时最爱的用的就是拉克斯，然后其实那时候还在 S2 的时候啦，就直接买了法术盗贼 skin。好，来我们回到这里，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，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。可是我是在这摄影机看到点阵的，他现在还在，我点阵可以拔掉吗？可以啊。可是我在这房间看到点阵，我是不是应该照理来说会在这房间看到点灵球？不一定吧。这段是捡什么的、啊？我们就归在点阵，不是他跑来跑去哦。他跑来跑去，可是，你们想要看有画面还是没画面？灵球在外面，厨房。因为有画面的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行为，因为可能存资料夹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资料夹内容。那边，哎呦。然后都跑过去了，有些可能是有一些工那个接案还是什么的。女校就被消音啊，就扣。球在外面，厨房那边。哎呦，然后都跑过去了，走吧。你看啊，一直在。女妖啊。又飞用，又飞用。在那边吓我，就是莫名其妙。十字架阻止鬼猎杀。看到点阵是在走廊那边，可是顶球却在厨房那一边。我觉得这一段好像就是番茄脚去撞到床边吧。所以其实厨房才是他的。不是，可是我，可是我是在这个房间，这个角，这个摄影机看到点阵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就靠你拿这个摄影机去厨房那边看看。没关系，我们画面先有过啊，先在厨房一直0.3、0.4哎，要存档的时候再看Joko的手啊，再转了、啊，再换那个。你看，有时候就是我最早那台电脑是完全下面音轨有，但是播出来完全没有声音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剪。你去看那个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啊，这个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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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这一段了。你去看那个，你看Joko的手啊，厨房一直0.3、0.4，厨房一直0.3、0.4哎，你看Joko的手啊，再转了，厨房一直0.3、0.4哎，你去看那个。那小鱼一直在关人家的荧幕，你看哦，小鱼只要低头，这边就他就关了一下视讯。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小鱼。不是要夜视功能才能看灵球宝贝。我刚要开夜视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接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你有看到灵球？有啦有啦有啦，看到了。我关手电筒。
白痴。各位，好啦，开始上字幕喽。首先选自己喜欢的位置，然后这边文字，我觉得我没有到很专业啊，我也是业余剪那个剪片啊，剪佛系的啊。你说靠在我的肩膀，有心电感应，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。我们的忘记了，好久没唱了。哎，百五，好，首先我们要的文字素材已经出现了，就是会自中啦。好，首先第一句话是谁说的？阿茄。厨房一直0.3、0.4哎。好，第九口的0.3、0.4。对，就这样子点两下。然后选喜欢的颜色，九口是蓝色。嗯，厨房一直是0.3，这样子吗？看你要一次0.4也是可以的啊。0.3、0.4，0.3、0.4。0.3、0.4、0.3，这里，然后剪掉往上拉，0.3、0.4，这样子。上字幕你会想问什么？会，我很想放中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放，像这样子。厨房一直0.3、0.4哎。0.3、0.4，0.4 A A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这边再一个，然后拉过来。你去看那个，去看那个哪个？你讲完话好不好？哪个？阿茄。你去看那个，阿茄讲人话，那个我忘了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啊。厨房一直0.3、0.4哎。你去看那个，你去看那个，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哎，再拉上来这边。
你去看那个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可以？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有没有？到底是哪个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要。有没有？不要。我不要进去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要太聊理。哎、欸，你进群了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又是哪个？你们女人不是女人，对不起，到底又是哪一个？没有进去。哎、欸，我很少用脸书，没办法，因为我是老人。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对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又是哪个？我要讲。又是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他一直关我的那個。去，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他一直关我的。去，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这。好，最近开一个。一点事哎，你去看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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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看那个，要这样比较好。你去看那个。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個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这样吧。去，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是你们。太好了。所以穿女装是很正常的吧？什么复议？你知道，我都仿佛看到。那个番茄说并没有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。你看讲话都讲一半了，我啥？不是这个。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又是哪个啦？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哪个？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。
然后跟你们讲一个，如果你们看有些人的影片啊，会看到可能有时候上一些字幕啊，可能会变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有些字幕可能加一加会旁边多个 C 这样子。为什么会是 C 呢？因为那时候C 是变成这个，诶 ,C 是哪一个？这个剪片工具，你要按 C 之后，你就可以这样咚，这样切掉，你会看到有没有影片变格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剪开影片的时候，可能会不小心按到那个文字频道，如果文字频道没有点好的话，就是会出现在那个这里。他应该要点音轨，没有点好，点到文字这个，然后可能按个 C， 要这样切，有没有切就可以把文字这样拉开。但是他如果没有选好的话，就是会变成输入法，所以会变成 C。小鱼关的啦，小鱼关的啦。嗨，大凡，也是。的那个是你们关我的那个的那个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的。我去找个英文字，等一下哦。情况。啊，又down又卡了。这个也是哎、欸。你去看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用自己的图好了。图画暂存。贴图。布布啊。啊布。啊布里布里布里。有没有？你去看那个有没有？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他一直关我的那个。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那个我不要进去。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，小鱼关的啦。太长了，不要，多余的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你说像这样子吗？你说像这样子吗？
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小鱼。小鱼。吗？对啊，小鱼。好，来加个惊叹号。然后开台剪片真的会卡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要大一点，是吗？对啊，小鱼。不要，不是要夜市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市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有，不是夜市。不是要夜市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市，能看零九宝贝。好，没有，不是他要夜视功能，干你妈！对不起，不是他要夜视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哇，一堆错字哎！他要夜视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然后这个颜色是粉红色。不是要夜市公，是要夜市公人才能看零球宝贝。零球的球，球，球，是公人才能看零球宝贝。我刚要开夜市，你要关我的。吵架，吵架。我刚要开公人才能看零。关。我刚要开夜市，你要关我的。不是要夜视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视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电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哦。我的，我没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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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电，我没碰了。我。没有碰哦，刚没有碰哦，我刚想说奇怪你们，我没碰了，我没有碰，我没碰了，我哦卡，最近剪都剪到这样，突然。顿一下，我还以为我电脑又完蛋了。我信不对，我没电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，我没有碰，我刚，是我的吗？不是，哪个是我的事啊？你说像这样子吗？我没有碰。我没有碰，爆屏吗？不是就卡、啊。
要打点，那是念点吗？点还是点？我没有电，把那个电好了。我没碰了，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都不会打瓦拉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瓦拉不是我的文化的东西，我只会打叉 D。看你们都感觉都是瓦拉年代，我所以就想说有些可能好笑就再加个瓦拉，可是我真的我不知道瓦拉的笑在哪里。没有碰哦，我刚想说奇怪，他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、哦。哦，我刚刚想说奇怪你们在，我刚想说，哦，我刚刚想说，怪，你们在吵架哦？谁打给我？喂？挂我电话，完蛋了！我要收到诈骗电话了，完了，我要被骗了。突然收到教主救我！哦，诈骗电话挂断。番茄打来的，类似这样。小可爱布布，你们在吵架哦？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哦？哎，我没看到。哎，有啊有啊，你有看到灵球？番茄等于大片，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有啊有，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。看到？哎、欸，有啊有啊有，有看到灵球？番茄第一次来看看什么？我刚刚没有想到是直播诈骗电话过程，就是番茄没有啦，刚刚那个啦，他就接起来是嘟嘟嘟啊！我想说，如果是诈骗电话，我要跟他玩一下，看扩音。有啦有啦，看到了。有啦有啦，我觉得应该是妹子们玩那个心理压力太大了，我们今天还是休息好了，先别玩，等改版再来玩好了。有啦有啦有啦，看到了。有啦有啦有啦，看到了，我关手电筒。我关手电筒。我关手电筒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，再加个音乐。
等一下哦，就是资料夹哦，在我隔壁。电影院不够适合嘞，这个什么？好，就是你了，就这一首了，挑都不挑。对，然后啊，这边有些效果就是往内丢嘛，就是这个是慢慢淡下去的，就是它会让你的声音慢慢这样淡下去的感觉。我关手电筒。然后这个是让画面慢慢淡下去的感觉。然后再把声音调低 ，BGM 调低。可复十吧。厨房一直0.3、0.4哎。你去看那个。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小鱼。要不是要夜视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视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接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有看到零九。有啦、oh. 看到了，我关手电筒。你看，剪不到一分钟，我们刚花了多久？我们从刚刚好九点开始，没有，不是九点，怎么可能九点？我们8:40剪这40、欸、不到一分钟就剪了快多少？40分钟。想先看影片吗？对，所以这是第一次看嘛，第一次预览看有没有先错字。那再來是有没有哪里不对的？像刚刚这个那个衔接其实有点太快，我想说要拉长吗？是你们关，应该可以到这边吧？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，像这个应该可以再拉长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剪片小鱼，不是，没有。再来就是你要看，你看像我这个过程中，这些紫色都是文，像图档跟文字嘛，所以你会有时候看一大堆人上面都很像那个那种什么股票的图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。那下面这些就可能会放一些像音乐效果，还是一些就是图片，懂吗？所以如果像我们是四人嘛，然后就是玩这过程中，像我那天不是有剪那个第一次跟安妮、无界跟番茄那时候玩的那个疯人院的那个，他那个番茄入刺那一段，那个也是一分钟左右的影片，我那时候剪了一个多小时，因为那时候就声音因为效果有加比较多，然后就是字幕你也看起来效果也比较多吧。然后音效啊，一些就是有拉好。我那时候就是也剪了一个多小时，再看一次哦。厨房一直0.3、0.4哎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我还可以加一个东西，我去找看看有没有常用的小音档。音乐。这个吧，没有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在找这个，我在找这个。这个，等一个哦，这里吧，放这里。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。什么？加这个会比较好看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小鱼。不是要夜视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视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接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
钓鱼。对，是0.3、0.4。哦，不是啊，还有那个就疯人院那一场嘛，啊，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玩乌龙那个，我剪了快两那个一分半，一小那个一那个那部多久啊？反正你就算一下嘛，一分钟的影片大概一小时。对，要全字幕会更久。0.3、0.4哎。你去看那个怎么样？不要，我不要进。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。在看会很卡，像这样子吗？现在在赌。对啊。小鱼。不是要夜市功能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市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接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关我的。夜市你要关我的。我没接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哎、我没看到。哎、有啊有啊，有看到零九。有啦有啦有啦，看到了。我关手电。你要关我的，我没接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你都不太敢用，怕有版权，你可以找没版权的、啊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小鱼。不是要夜视功能。啊，就这边了。我换个影片输出哈。接一下屏幕，关掉。好，这个画面了。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市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接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好了，找出哪个是哪个，标题就这样了。标题：抓鬼小剧场，所以是哪个？抓鬼小剧场，所以是哪个？哦，自己人吓自己人，现在这影片剪一剪就快40分钟了，对啊，所以才会就是像高校吧，我高那个末日就是有时候会剪到。就有时候剪到三部，有时候最多剪到五部。五部的话就是内容太好笑了，所以分很多段。有时候没什么内容，就是剪比较快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你们还是看这画面好了。好啦，现在有白框，好烦哦，烦躁。你们等我一下哦，传个记录，传个档案。你今天有共同的回顾，什么回顾？哎呦，对啊，我找不到木土的惊人，我一直在皮皮虾玩躲猫猫。呆鱼快去救他，呆鱼有人快不行了。啊，等一下哦，上传影片，这个我直接发布就好了吧？然后时间档，你两只都限完没异变废人了哦。对啊，那现在
你不许你说废人好吗？那我只要当比你更废的废人。上船啊，不是上船，我没有在上船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床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音好破、哦。难怪空了。你说这样子吗？钓鱼，我觉得吧。分享，开始吐。嗯，全体精华短片，哎、欸。完成哦！我发现我有一部影片没放到精华短片哦。恐鬼镇，你好懒，好抖，好抖！等一下，做个封面要做吗？好懒哦！现在小短片都好懒的做。呆鱼来救了，就他带你一起死，跟你讲，现在呆鱼飞不起来，就会带你死哦。厨房一直0.3、0.4，哎，他现在叫呆鱼哦，不是呆鱼、哦。不是，要夜市工人才能看零九宝贝。我刚要开夜市，你要关我的？我没电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啊？夜市开的碰？我刚刚吵架。多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我没有碰，我刚没有碰哦。我刚想说奇怪，你们在吵架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有看到林秋。有啦，看到了。我关手电筒。我看我还是直接不剪不做封面好了。好懒哦，好懒，真的好懒哦。嗯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带鱼，你知道有一种鱼叫黄带鱼吗？动森有个鱼叫黄带鱼，哎、欸，也不是动森才有啦，就是现实世界有个鱼类叫黄带鱼。为什么叫黄带鱼？是因为它是带鱼的，它是带鱼科里面还带鱼属里面最大最大的鱼，所以是国王的黄。抓鬼钓。那个。所以是那个你知道小林今天跟我讲说今天会回温，然后叫我穿多叫我那个不要开太久，可是现在下雨好冷哦、喔。好凉啊，好冷。在讲什么？烦心在讲什么？烦心够了、喔。因为我不知道我动身那个黄带鱼还有没有留着，
黄带鱼很哎、欸，现在是黄带鱼的季节吗？等一下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用发布啊，直接公开。嗯，好的。嗨，安妮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那天练楼开心吗？安妮晚安，安妮该睡喽。很小，那天抓鬼的没有丢在，对耶，没丢在精华里面，储存。储存，好诶好诶，你的皮真的好香哦哦，我可以看到那么可爱的皮，这么漂亮的皮，这么赞的皮。好啦，我们继续过期游戏。啊，黄也可以彷徨的黄啊，恍神的恍，有没有？恍神的恍，恍带鱼，乱色。你今天中午后要练吗？要练什么？你还要等级冲上去哦，称号来不及耶，大哥。大哥，你的法师技能都上来了吗？救我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在发生什么事情？还是我们改光遇？我们改光遇去看他们。气功弹，混乱攻击。功能快似，你是超强还是单体？就你只练一招哦。你只有练一招吗？单体哦，那合情合理。然后超哎、欸，你是谁？超级矿工，一个一个练哦。也是啊，我现在是看到怪是什么，你看。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你看我陨石388，冰冻3000，火焰2400，风刃3000多，这样加起来我其实也是快死了。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因为我就说嘛，玩法师有个通病就是，你碰到这个怪，你不会用相对的属性去打它，你会用你在练的技能去打它。教主精华标题没改，诶、欸、没改到吗？感谢，我去改一下。诶、欸、我直接覆盖过、哦。标题好啦好啦，来了啦来了啦来了啦。编辑。完蛋了，普拿腾关心您。好了啦，普拿腾画面当了啦。哦，普拿腾啊，普拿腾，你等一下。厨房一直0.3、0.4哎。编辑，我要把下面所有说什么标题没改，我统统改掉。难怪觉得标题很眼熟，这叫什么？所以是哪个？自己人下自己人，存。嗨，夏西。夏西你好，夏西。这普拿腾一直跑出来啊，那总觉得有点 YT 又在搞，好卡。厨房一直0.3、0.4哎。你去看那个。等一下哦，我就是那个截图的东西在搞。好了，改好了，感谢感谢。然后光遇截取，编辑影片也会掉广告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先点开我的影片，我才能。直接去后台，
传说阿尔宙斯，看一下有没有黄带鱼的图片。然后声音有点大。属性，你在哪里呀？这里。我觉得我是没有拍黄带鱼的图啦，因为黄带鱼之前拍了，但是删掉了。哇，没黄带鱼，有了。等我去当战地记者，我们去看番茄、翻车鱼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番茄的番，带鱼的鱼，翻车鱼？哎、欸，翻车鱼的话，我有留哎、欸，我有留几个在那个沙滩上，给他们慢慢在那边晒太阳。翻车鱼会把身体露出去嘛，然后它会带一下身上的寄生虫，把水底的寄生虫拿到那个水平面上晒。你把小妞放哪里？我又还没进去，我不知道有小妞啊。那就翻车鱼妞啊。啊，小妞这时候还没上班哦，我以为嘛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是点火游戏。哎、欸，没火了、哦，有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看九天玄女，我这个没有呼，他这个就叫九天玄女。有三呼。带鱼救我！还是说你要问我说把小妞放哪？放在心里呀、啊？怎么了？可逗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新手还是老手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是要给我爱心还是要交换，偷走，偷走。哥哥都在看台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抖内的还是，要看他这身装扮，就萌新的高度，再加上萌新的翅膀。那你把番茄放哪里？厨余回收桶应该是可以啦，至少它可以变成肥料，不是肥料，对对对对对，饲料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昨天是看到他们打肥料，结果我那时候是笑到眼睛已经眯起来，看把肥看成饲。太好笑！我现在好友里面有一个叫薯条的嘛，对不对？薯条，还有一位叫布布。不一定猪会吃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给蚯蚓吃啊。那有浅浅吗？浅浅不是我养的，而且浅浅现在已经 送出去了，没有要养了。其实浅浅也养了一年多了，没有想到我爸还是会把它送出去。至少没有给我把薯条送出去、啊啊、薯条又不吵，那么可爱，那么安静。那我们去当战地地。哎、欸，如果小妞在的话，那你们在怕什么？你们应该也够吧？连繁包觉得吵，没有，主要是因为楼下啦，那个鸟笼离那个楼下房间比较近。哎呀，我怎么牵到他的手？哎呀，哎呀，脏脏脏脏！
没有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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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、啊、现在跑到哪里了？你们怎么不用通话、啊？还是不行？哭屁啊，男人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点一下这个哦，他点不到你。嘿嘿，在上课，顺便看台。男人，你哭屁啊！男人，你在哭三小，哭三小男人。我会帮忙喊喊我可以帮忙喊那个了，我会大叫了啊！木土跑了一圈，还是没有看到我遗忘了军人。你应该是四龙图的有一只吧？他不是躲的那个应该墙壁后面吗？还是你其实已经捡完了，自己不知道？阿芝要跟我解锁友情树的那些，自己抛出红蜡，我真的懒得跑了，很抱歉。虽然你们是萌新刚进群的，但是红蜡太累了，懒得跑了。只有兔子面具才能让我有动力跑灯花啦，谢谢。你有剪完，因为比较紧张。那你知道四龙图有几个惊人吗？啊，那沉船最边边的嘞，沉船图有个最最最最最角落，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最上面的，左上跟右下都有一个，一个在峭壁边，一个在海边。看一下哦。四龙图有四个小精，哦，等一下哦，所以只要要唱歌了吗？还是你们想听子瑶说哭啊？哭啊哭啊哭啊！我知道我那天进去跟他聊天，他一分钟内就讲了四次哭啊，想说好像开台讲哭呀也可以啊，哭呀也不行，我肚子又痛了，还是要开台说哭啊，也不行，我肚子又痛了欸，惨了，这个药的副作用真的好恐怖哦，就是药的副作用害的啦，不是变天了。你肚子没问题吗？可能需要子瑶的歌声吧，我快睡着了又被 Q 醒醒，我在开台呀、啊，要睡之前跟大家说晚安，要吗？要吗？余娜不要乱说话，余娜在哪里？丁子瑶唱歌加一票，对，没有啦，他不唱歌就算了啦，真的没关系呀，对不对？之下都唱给其他听，我真的已经太受伤了，我已经。怎么说？黛玉也都是在我睡觉的时候，没有，也不是说他偷唱，是可能心情好就会唱一下嘛。这个我能体谅，我能见谅，我可以理解，对不对？那个偶尔心情好啊，小哼的几句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平常不喝酒，又还他在右边一点，对对对，又怎么平常不喝酒，就只是跟我刚好心情不好，稍微喝一下啊，这我都能体谅。我也需要子瑶的歌声，对，你看克洛伊都想要听了。啊，豆豆有比较好吗？消很多了。哎、欸，子瑶来上面观战区，快点，求你了。我现在肚子很痛，我需要听一点声音，我才想要去厕所。然后子瑶说什么？那你就不要给我去，痛死你吧，活该，痛死你吧，繁星。
也是蛮谢谢小脚不是小鱼啊，小妞呆鱼他们，小鱼，小妞呆鱼，还叫什么呆妞？对啊，你看，其实真的很照顾新来的一些，光于萌新啊，但只是照顾过头，我很吃醋，没有啦，啊，就只是像那个谁，番茄家的伊登啊，跑来玩。然后就其实很也很热心在帮忙带什么的，那可能心情好对不对？带新人又有萌新加入，心情很开心。那偶尔唱唱歌什么的啊，对，才没有什么吃醋啊，还没有什么在意，反正已经走心了，反正爱会消失。哎、欸，你在上班了没？九点了，你是不是在上班呐、啊？子瑶，快点，我快死了，快痛死了！子瑶救我！哇，我是能救什么？安、啊，你能救我什么？快点救我！要怎么救了？讲晚安啊。你不知道睡了吗？来讲个大家晚安。你就可以不用唱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讲。为什么是骂我？快点，你唱。那你要唱还是要骂？不是骂啦。我讲晚安。好，那你要讲好听的晚安。你是好，你说对不起。大家晚安，我要去睡觉了。我们就可以讲话的白痴哦、喔，他们现在关麦了啦，白痴，都关麦了，好啦，哎，于娜，哎，我要再荼毒一个人，于娜开麦，于娜开麦，这是命令，不能拒绝的，好吗？快点开麦，我再荼毒一个人，又开麦。你知道你没有出现在这边还没事，你出现在这边就会出事了。开麦，谁敢开啊？火鼠啊，火鼠也敢，呆鱼也敢嘛。快点啊，鱼那声音很好听，快给我开。你今天只有一个情况下可以不开，就是你在拉肚子。你今天就在拉肚子的情况下不能开，那你就要开，快点啦，开啦，讲一下话啦，我肚子好痛哦、喔，干嘛又痛死我了是不是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鱼娜，也可以。有没有刚刚那个喘气声就是于娜的，有没有很好听？光是喘气就很好听。讲话，女人讲话。讲什么？讲什么？你声音太害羞了吧？陈叶萌之类的啊。
好，陈彦萌，陈彦萌。等一下，你声音好小，我怕你调大。来，再来。我讲。哦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对不起。好，请说。好，陈彦萌。啊，我去厕所了。好。啊啊什么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你要陪我去厕所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没有、哦、没有，我怕你给我主持，我有点害怕。你们要帮我主持是不是？交给你们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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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了感谢了，给你们真好，还是火鼠要主持？没办法。你有没有睡呀、啊？昨天我睡前看你们还在玩，我睡醒你还在。有啦有啦。又是睡两小时哦。没有啦，哎、欸，神经病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会哦，串你们就完蛋了。三点到，哎，陈彦萌，八点啊，还好啊，有五小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陈彦萌出现了，还要讲一下哦、喔，会叫陈彦萌的原因就是因为，看吧，看吧，是不是撞门了？看吧，会叫陈彦萌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鱼呢，那时候都是叫他陈彦陈彦，然后是。嗯是陈彦那个于娜说陈彦萌的时候才开始改叫陈彦萌。好啦，你们继续玩，我不会进来的，我不会进来的，在我拉完肚子之前不会进来。啊，你继续打嘛，拜拜拜拜。陈彦，往前拉两分钟左右吧。嘿。就是刚刚讲说，好了，不然你叫一下陈彦萌好了。结果，陈彦萌，陈彦萌，你就出现了。哇，那 Q 谁谁出现吗？我想一下还有谁哦、喔。懒懒，懒懒萌。好了，好，他好久没出现了。他说他最近其实都是挂着，然后工作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所以陈彦要改名了吗？哦，陈彦。被叫萌会激发他猛兽的开关，你知道吗？猛兽哦，不是野兽、哦。哎、欸，诈请你给我开麦是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诈请啊，子瑶，我麦打开了，你在梦游哦？我还怎么都开麦了？你说什么？是什么？我还没睡着啊。哦，所以可以先讲话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可以陪你到睡着。小事小事。你不是去厕所？我准备离开，我耳机都拿下来，看到那子瑶开麦的瞬间，我就马上戴起耳机了。瞬间了。你看，你的影响力多大？你知道远兔窝下一届的教主，你可能可以提名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掰的。为什么是我呢？然后开个新的分类，下一届，什么下一届总统提名？好啦，慢慢聊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玩什么？玩陈烨啊？对不对？要不要进来玩玩陈烨啊？问题解决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我就真的开这个画面去上厕所吗？你认真？那我回来再来打吗？哦。文字频道属性听起来很母汤，我很母汤。拉肚子完后，打麻。可以啊，你说可以打陈烨吗？好，等等，我还在拉前面拉什么？那就是你只要听到于娜的声音，那就是差不多近了啊。不要叫吗？对啊，
好啦，你们乖哦，可能等一下荧幕会灰一下，但是不会黑。啊，站里站里站里。欸，我想委托新的皮欸，结果是那个白霄的图有没有？哇，我一定会很嗨。
左下角的图好像在凸起，什么凸起？不会在厕所开麦吗？你是想要听什么声音？这个吗？这种声音吗？好啦，那个跑图的，我换游戏喽。感谢感谢，虽然没有什么事情。啊，谢谢谢谢呆鱼，小妞番茄夜月啊。来打开你们的，好喘哦，我跑得回来。打开你们的冰壶麻将，像昨天也是玩得很嗨，因为当时真的是兔窝很早期很早期。就每一次真的是开着那个钓鱼在那边玩，我们那时候也是开了两桌吧，因为那时候有两个神选之人，就是开了两个壶，唉，好喘。太多的幸福报道，听说爱的什么歌啊？欸，其实他这个歌我不熟，我只喜欢听，但歌词我从来没去。你的微笑，等一下哦，怎么唱？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，这一秒总甜，哎，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。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、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。爱有一个身高。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るとはいえ、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じゃ。人間。太多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美妙。微笑，投入你怀里，当泼撒娇。我天啊，好陌生，真的好陌生哦。你也要打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。昨天关台后啊，履行了一个承诺，就是陪了佩佩打牌啊，终于跟佩佩打到牌，他很开心。嗯，看一下哦，观战。哎呦，昨天晚上我的手气好好哦，你看我的牌，不这个啊，这个是我最后喂的，喂给呆鱼的。你看，也不是说。因为最后他已经剩没有的牌了，最后就喂给他。都没打到伤心，那你就好好抢，不是好好抢啊，就你就有得抢了，好不好？好扯哦。然后聊天室关掉咯。不然下家的脸又被挡到。太多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美妙。哇，什么？你抢到了？哇，太快了吧！哇。广告害你，广告坏坏，怎么可以乱害人？打错字，打错数字吗？没事啊，其实那个谁，私下兔窝真的要找我打，再跟我再问一下可不可以就好了。问我现在有没有空？因为其实现在关台后，我也没有马上休息啊，其实就是会看一下影片，然后就是会酝酿一下睡觉情绪。可能说三点要睡，最后就四点半才睡着，但又没有很多动力去做很多事情。那打麻的话还可以，不要给我在那边四杠三聊，自家力自封连打，这是鬼东西的，不要绑架我就好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你的微笑，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在我的心中。
在我的心中围绕，别人都不了，只有你知道。哥拉。嗯。来，我们来刷好丑贴图，地质一番，好丑，耶、yeah! ！哦，贴图不够用了，我们要删掉哪一个嘛？有哪个比较少在用吗？好像都还好，可能就是布布拉拉队比较少在用吧。布布拉拉队，可是每次要移除掉，都觉得很难过。又不舍，舍不得，但陪了那么久，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在使用，所以就好丑。力值一发，偷我两个，偷我力值棒，力值一发，力值棒。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嗯，太多的心，哎，没有，主要是因为抖音上面有刷到一个是老师，然后学生们就在播那个你的微笑的那个歌嘛，然后老师就是边走进来边上台，就是跳那个小段的舞，然后跳完之后，好了，各位上课了，这样。口人，谁要口人了？林毅吗？林毅要口人是不是？以前歌很少用，但最近超常用的。什么歌？哦，你说抖音上面吗？有真的讲啊？本人是真的不是很喜欢抖音平台，但是不能因为以偏概全嘛。可是上面真的很多人才，像现在真的很多 FB 啊或 YT 上的影片，也都是从抖音搬过来的啊。像不是有个就是一个人就是。放好摄影机，一个女生放好摄影机，然后往后撞到腰，然后啊，那个也是从抖音上来的啊，所以就突然红起来，然后所以反正现在很多平台都各种尝试嘛，都在效仿，都在学跟抖音一样用那种小短片。怎么那么久才摸到啊？天哪、啊！一开场就说他们要来爬我口了，哦，原来又有三个阵营是不是？怪人阵营、我们的阵营跟我们独立的阵营。棉被猫早安，啊就很丑啊，我想不到我的牌还能多大，中个离三。好，我自己刷我自己。欸，白板不行，白板是好朋友了。白板好兄弟，好不好？白板是兄弟，红中是朋友。平台不喜欢，但很多歌友真的很多不错的，好纠结。对啊，这就是卡在这个情况下，就会开始有些以偏概全的说什么那边就是什么盗版平台还是什么的。啊，早期真的是这样子，可是现在中晚期、中后期已经很多真的很棒的，我也都是。一看就看了很久，但很多很白痴的影片啊，就比如说什么杯子怎么使用，反过来喝再反过来喝，比如说什么你杯子要啊，这是那个谁黛玉的好朋友，一个人就是杯子一开始反过来喝，然后喝不到东西，然后拿胶带把另外的杯子绑起来就可以喝了。你的兄弟哪时候变了？哪一个兄弟？红中是好朋友吧？白板是兄哎、欸，红中是兄弟吗？啊，反正昨天白板也在搞我。很多歌都是从抖音那边又开始，对啊，他就是拿一些旧的歌突然翻唱回来。像其实之前那个什么，我最近不是叫那个谁在唱吗？那个叫什么？
天空快要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那首。啊，真的，那首也是又从抖音那边开始红起来的。我怎么一直讲到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啊、哦、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，我一定会呵护着你也逗你笑。怪人你好丑，有何不可，对对对对对啦，哎呀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很多老歌都开始有些那个翻唱还是什么的。我丑我骄傲不行，你又丑又小不行不行。谢谢你帮我变大了，对，谢谢林毅，谢谢谢谢谢谢你帮我用大了，我身上有十二张宝牌了哦，小心哦。原本要换一番多两番，结果不然点到了盒，哎呀哎呀，没有办法，事情都发生了，现在讲也是丑丑，就只是丑个好看一点跟丑个难看一点而已，对，你丑好看一点就是。哎呦喂啊，缘分未到，教主牌超亮的，对啊，你看我已经哦十八番了，哎呀，做人有点退路嘛，动不动就要口来口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人还是以慈悲为怀，对不对？开场先去找慈悲杀掉他。你要这张吗？哎呦，哎呦，看来施主你好像也很蛮狠的嘛，好像也还好。好吵！我不允许我的场次再看到丑丑牌了，不行，我要限制一下。多打修罗的梦想一点嘛。我比较想打怪人。哇，天哪！还是你们要开一局潜水艇鬼抓人？对面听四岸客没有啊，他有顺子啊，听不了、啊。有听月光在照耀，你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赌傻子就难消。你是否花果寮忘记了那首吗？白月光与朱砂痣不是吗？哦。我怎么都没听过，很多其实都是很好听但是很冷门，对，就真的只是看有没有机会曝光。像其实105度也是老歌啊，就是那个声线很像柯P的那一位在唱。干啥小啦，你昨天才唱完，你为什么都不唱给我听？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唱给我听？你要说啊，你要说啊，你都喜欢这样，爽啦，不是黑月啦，是另外一个啦，帮我的发财好朋友 QQ 没了啦，他再来我再帮你 Q 好不好？哪一首啊？
还有一首我记得音调很像啊，噔噔噔噔啊，怎么会像说一个小龙，怎么会去拥有一个夏天的梦。所以这两首歌一直有人拿来当主曲，就组合在一起，就五月天的歌跟这首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没错没错，就是知足。怎么去拥有一个小龙，怎么去啊，哦，再去找知足。碰知足碰知足娱乐什么东西，等一下哦。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下一夏天的风。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，总是不能懂，不能觉得足够。然后下来就是温柔，我知道啊，不知道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还一烦安。子瑶是不是想唱歌了？子瑶快点，你刚刚是不是开麦唱歌了啊？你关麦，你是不是关麦唱歌了？那只要想听什么你才会想睡，我就不去唱那一首。约定你说不来，来了你又不嗨，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，你却说要睡，你却埋头吃饭。但发现想改歌，发现没押韵，觉得好丑，没有押韵就不想唱。心情好，心情坏，怎么？什么鬼呀？哎，都呢？啊，欢迎安安。最近都变唱歌台啊！你们都不唱啊？说要给你们平台唱，你们不唱哦。反正没事，现在又不是把什么背景音乐关掉。对不对？把背景音乐关掉，你们就会把这段剪出来。明明唱歌的不是我，是谁？于娜在唱歌哦。哦，于娜好扯，明明就不在里面，我在唱。灵异在唱吗？我要进去哦，灵异。灵异，我要进去了哦。我的滑鼠已经点开了日麻风冷院挂号一了哦，准备发射喽。Bye。那开始倒数，是无名在唱，还是到底是谁在唱？可以不要骗我吗？我需要赶人去睡觉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赶子瑶去睡啊。他如果不睡的话，请叫他去楼上的 KTV 房，好吗？可以不要那么自私的把自己的声音留给自己听吗？他的声音是属于兔窝财产，好吗？他是兔窝，什么？兔窝，兔窝，股公司的财产。你好想加会员，但要等等啊！老，你是有多小啊？天啊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你吃一顿早餐的钱就可以加会员了吗？虽然你应该没吃那么贵啊。兔优 ，U 兔优，他不是国三吗？所以怎么了？国三就可以吃别人的东西，白吃白喝吗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哎呦呀，好漂亮哦！想到菜鸟昨天干我的10万，
35块的会员，蛋饼，我就叫你蛋饼会员，在那个光宇叫蛋饼，看来可以预备抢位置了，东四啦，准备啦，然后等一下会点快一点呢、啊，就是让一些人赶快把他们踢掉。我也国三呐、啊，刚会考完，辛苦了。没有，我再说另外一个鲑鱼，鲑鱼娜娜。没有，我是三角饭团。阿小，刚刚我也在床，结果一看直播就直接清醒。为什么？鱼娜蒙啊，所以念个咒语是鱼娜，然后准备接下一个字，你就说住口之类的，有没有？不要再说了。啊。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，该笑投入你的怀里，然后撒娇，需要别人来教，把爱紧紧抓牢，飞秒你拥抱你给的美好。请王再听一下，好，点快点，点快点，一发子ドラニ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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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我要出去！好，感谢门灵异，感谢灵异，感谢怪人，感谢丑人。大したことじゃありません。感谢感谢。元もトップを目指すのが正解。对，我差点踢掉。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。出现了诡异的咒语。那下次应该谁挂掉之后，他的怨恨应该是你才猛，有没有？那个拿通灵盒，你在这里吗？然后没有回应，于纳蒙，然后回应，你在吗？哎、欸，有他说他很萌，然后明明就没开喇叭，你才萌，进诅咒猎杀，就进猎杀了。不对吧？不对吗？然后鬼魂笔记就是你才萌。然后一看到蒙这个字之后，哦哟，抓到了，至于那，好了，结案，直接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不要进去，很容易死。你才蒙，那个叫什么？请利用什么证据找出兔窝的谁是谁？啊，兔窝的谁谁谁？然后，请给我个信号，没有回应。番茄女，然后讲女的瞬间，马上，呜，进猎杀，进猎杀，进猎杀，哈哈，马上听到关键字。女才猛，女才，那我应该会喜欢拿大神功在那边听吧？有没有？可能就会听到那个谁。听到什么子瑶他们谁那边唱歌？有有有，在厕所唱歌，然后不然就在床上唱歌。他炸寝，他炸寝，他没有睡。你看哦，他现在三十分还在打字哦，完了。子瑶。一起被捆吗？你如果睡不着要跟我说啊，我可以帮你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睡不着啊？你是不是现在也很嗨？处在嗨跟不嗨，嗨跟想睡之间。刚刚是不是有人跟我打招呼没有回到豆安？嗨，对，他刚刚在跑图，所以呆鱼啦，我们的黄呆鱼。
他就是说自己记忆力很差，很笨还是什么的，所以才会叫呆鱼。哄睡？没有欸，给我去睡啊！不睡就给我起来唱歌。リーチ、タンヤオ、ドラニ、ドラニ、ハネマン。应该不会睡了，差不多要去帮忙买饭了。那你要不要来唱首歌？为你唱一首歌，有没有？祝你生日快乐，女才不萌。然后怎么可以玩？可是我昨天应该要把那个小鱼吉娃娃那一段剪进去。人多的时候不会进行猎杀什么的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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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东西弄完之后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嗯，我不要。哎，你怎么在？就是你呀、啊，你就吉娃娃的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怎么这样子、欸？我不要，不要啦！太多的幸福报道，你看又来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洗脑了，洗脑了，洗脑了。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怎么去？哇，吃啊！怎么不吃？啊，碰怎么不碰？早安啊，小鱼。啊，怎么去拥有一夏天的风？呆鱼救我！你家亲发好朋友。阿拉龙，你知道《玻璃心》这首歌吗？我好像知道哎、欸。你是说黄明志吗？可是那一首就是，就是攻击性太高的歌，我就不会去在台上有所作为。嗯，那其实我有认识很多还不错的对岸朋友啊。啊，我应该吃的，哎呀。差点被他自摸了，天哪！在呛人的音乐，对啊，就是在攻击大陆啊的人啊，不是吗？是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虽然那首旋律很好听啊，这是哪个游戏？呆鱼救我！不是甜甜的情歌吗？是吗？我没有认真听过耶，没有，他就是甜甜的情歌，不是好想你吗？呆，不，克洛伊，呆克洛伊，就不适合啊，也不算说什么政治意味，就只是
怎么讲？很难讲耶。对对对啊，他应该讲这一首啊，黄明志的不是吗？但我真的是很喜欢听那一首歌的旋律。有版权啊？废话，先别说版权好了吧，在台上会不会唱这首歌都有问题好吗？呆克洛伊，对，他姓呆，他已经惯了惯七姓了。脏啊脏啊，不脏。立即。轻松旋律的哦，还有情花，情花也很好听啊。你说的情花，死了死了，各位抢房咯，轮拳带腰，哇哦。感谢英灵按摩机走。麻烦再按一下哦。来来来来来，聊天给我上来，都给我上来。那两位给我上来。是甜甜的情歌。阿鱼不是不抢了啊，他就傲娇啊，你知道有我在的场合他哪次不想要进来，他不上来我拉他上来，我帮你拉上来了，讲话啊，唱歌啊，还是你在马桶上面抢，天哪，还是换你蹲马桶了，嗯啊，我要跳出去开麦了，哦哦哦，你看你又被凶了，没有呆鱼凶我，这样没有哇，我觉得我每次开麦我都很快飞耶，等一下，嗯，有吗？我好像跟你打，啊，然后每次开麦我都飞，你都飞？没有吧，你跟我那小啦，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你的声音跟昨天晚上差那么多？有吗？有吗？我说信啦。不知道，我声音一直变来变去。你还在转身是不是？不知道哎，欸。你还在变声期是不是？应该吧。应该吧？你多大？19。那怎么还在变声？我不知道。是美人鱼吗？啊？哈？你会变身，还是你是月光美少女战士？那不是女的吗？你不是女的吗？我是吗？不好意思说啊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是男的啦。哦。带鱼唱歌，带鱼。我不要，我拒绝。你怎么可以拒绝？你唱歌明明就那么好听。眨眼，我哪有？哪没有？敢这样在我面前调情？我上班的时候情绪要收敛一点，下班再骂。怪了，你又怎么了？哎，欸，我的发财好朋友又来了。你看，你再不留啊，做个眼也好吧。
爱菜鸟、欸、我不是打出去他才摸回来耶，好扯哦。不是耶、欸、山上九锁山上有七锁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，快受不了了哦。呆鱼啊啊，你是真的刚睡醒吗还是假的？我睡醒很久了。对呢，你七点还在那边敲我。靖哥哥被姐姐，不是姐姐吗？哈哈，靖是姐姐没错啊。啊，哭了啊，不错了不错了，没事啊，自摸很好摸的啊、嗯、不是自摸的问题。我也好想立啊。谁回收讯息？日麻区谁回收讯息？让我看到什么歌名？谁回收了？哦，好危险！啊！感谢新会员。感谢玄，那念义吗？还是续语忘记了？感谢你的会员，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，可以进粉专哦。哦，这个不是，你骗没有？骗子，可能不是我、啊，不是，以为是青老头害我去弄硬。欸、傻眼呢、欸！好扯哦，好扯哦，还没听出来。原印，你去弄 DC， 好，应该没那么快可以进群呢、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幺九牌通通走开。走开走开。嗯。走开走开走开。不要了，走开走开。这样我是不是要丢啊？丢什么？这个啊。对啊。我刚刚故意分开丢啊。什么叫分开丢？你说你手上两张红中，你丢一张过来。你要害我好丑哎、欸！天啊，我都要打掉了。你可以不碰啊，没叫你碰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人，他怪你哎、欸，他问你为什么要碰哎、欸，他好坏哦。哪有？怪你刚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你看你说不出来的吧？好难过、哦，我好难过、哦，以为你要唱歌的呢。不要唱歌，不是你哦。我没有。我以为你跑完图要唱歌，你知道吗？我才没有。哦，你才猛。我猛，我问他。我问他。哦、oh, 不，怎样？子瑶，我把你拉上来了，子瑶。那你打字会被发现，你知道开麦了，开麦我还是会发现。力气，好扯哦！你好扯哦！那不是要睡觉、哦，你快睡一个小时了哎。我要分享画面喽，看子瑶打了什么。
浪。好扯哦，他的分数是我两倍耶，我怎么赢？怎么赢？好扯！我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好啊？我拼字摸，来来来，我拼字摸。哇哇哇哇哇！开真摸到了，一千块。赢了赢了赢了，已经不是两倍的血量了。分控麻将。好啦，出门路上小心啊！大家晚安晚安。拜拜拜拜，路上小心，拜拜拜拜拜。好，路上小心哦。哎，怎么都是你给我啊？怎么都是你给我，而且你给的牌，这都是我给黛玉的牌。有啦，只有一张而已。我发现他又回来了，哦不，对，你刚声音好像在佩佩哦、喔，天哪、啊，是资讯兔窝那个吗？繁星兔窝粉砖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大家都你声音好闷，好小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回来，不要趴着，不要手去压着。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才说，有时候会认错我跟佩佩、啊。对啊，只是你声音闷住超像的、欸。完了，这是怕小号哎、欸。没有。干嘛要立直了？是不是？网页出问题了，网页出问题，你怎么了？他后面突然间卡着，哦，他要唱歌哎，我要下去了，然后瞬间下去，就听到尖叫声，我瞬间下去又听到很多人直接关麦，对，一下去瞬间听到那个主唱在尖叫，哈气，这样子。这个不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他们没那么嗨吧？我可以让他们炒热气氛啊。六。哎哎哎呀！爸爸爸！那算了。哎，你不要去弄吃的，丑人。哎，你不要弄吃的，怪人。嗯。我看成中原鲑鱼、欸，哎，天哪、啊，感觉是哪个地区的鲑鱼一样，感觉很好吃。中原鲑鱼，哦不，三四五六，哎，哦不，碰，嗯，我觉得新的牌有点恐怖。不会啦，还好啦，清一色而已啊，没事啊。好可怕哦！而且还没听牌。还没听牌就没事了。Oh. 好的哟。不要给我喝个八十，我马上打死。叫你自己出飞机票钱来台湾，然后隔离个几天，让我打，就叫你自己回去。谢谢，感恩。没办法，那种我不要。我的一发好香好香，对，空一不限，我死了，感动清一色无尘，哇，绿，他是九发，他是不是九什么的九连吗？ Oh、my God， 我刚没看到哎、欸，没有吧？他是吧？累计一，他一说没有三加。好吧，我、哦、好扯哦！哇，你差二锁，也、欸、没有一锁二锁，凶哦！
好扯哦，就这样没了。我要离开了，嗯，拜拜。好可怕，干，又不是私下没有在打的，讲成这样子，你抢进来几次了？拜拜，还不走，还不走，踢掉喽。都进不去，我们手速太快了，不是手速快的问题，你要想一下，现在121人，好，我们除掉。好，五分之一好了，至少有20人在跟你抢哎。习惯就好，对啊，反正不要为了，真的不要为了什么，只想跟我打麻将的心态来啦。这样的话，你也累，我也累啊。开日麻已经是大家佛系一起玩而已。九九怎么进去了？他也蛮会抢的啊。像我那天那个谁聊离的台，那时候是多少？30-40人。我想说30-40人应该只有10几人在抢，因为我抢了一个小时抢不到欸。我想说好吧。那个谁也是。刚那个谁西亚那时候是调300秒，然后慢慢学。就他的一场也花了快一场修罗玩了快30分钟。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在我的心中围绕，别人都不要，只有你知道。什么东西是傻笑？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。我送好一点了。哎，不对哦，万一他搞我了，这样子。哦，他没搞我，不行，不能让他搞。越后面对手越少，也不一定哎。网页很好抢，推荐。你在唬，你在骗，他在骗，不要听。哎。你们用网页没抢到的可以跟我说一下，我们来统计一下。那我们来统计一下哦。你们用什么平台抢？还是你们有人是三个那个三个平台同时抢 ？PC、手机，啊，网页算什么 ？PC 网页。网页，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。我居妹哦，哦，布袋鱼救我！指定网页。对啊，天仓也抢过来很多次啊，抢进来很多次啊。网页是 V， 哦，你是说那个？我点了网页，结果自动变成 PC。哎、欸，对，最近会之前投票系统就很奇怪，我明明那时候就问一大堆问题，然后最后。最后改的那个，最后的选项有那个多多率，结果多多率就变成最高票。他们说奇怪，我点选项是别的，怎么变成多多率了？早安，黑月早。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，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。
断线在那边放葱就赞了。卡个精华吗？我上精华了。你回来了哦，是你哦，哎。妈，我上 YP 了，没开聊天室啦。好，开一下，开一下聊天室。快点！啊，被这挡住了，白痴哦、喔，挡住了，挡住了。妈是我，我不是你妈。对吧、啊？聊天室不能开啦，不是也不能开，是太挡左边、右边的了。唉，看一下哦、喔，2小时26分吗？好，哎、欸，抱歉，再点一下确定，我刚刚太慢出来了。2小时26分。对对对，感谢感谢哦，都有在听台，很棒很棒很棒。我等一下挨家挨户的一个看啊，各个看有没有在扣牌。我记一下时间哦、喔，226。哎、欸，小雨，你看刚刚的精华了没？我死得好惨，没有，谁叫我骂我扁谁？我把他打在墙上。我的微笑，你明白就很好。可以更早单期的，我一万都打光了。我刚想说，哎、欸，又出现了、欸，哎，自摸、欸，哎，不要，拜拜，自摸嘞、欸，丢掉。你哭了啦？你是真的哭了吗？哎、欸，你真的哭了哦，不要哭啦。原来我被当骗子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抱歉，抱歉，有人真的哭了吗？不要难过啦，下班了 ，Hello。被口的要开心，个头啊，玩到一场东一耶，刚才几张牌而已。还没反应过来就没了，我还开心，天哪！而且是梦想牌，可以啦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花了多少寿命？四暗克是花几年寿命？还好吧，4个月，4个月寿命。想想我们那个突破梦想的男人 ，Legman。这牌让我好紧张，你国士无双哦，那是不是要赶快跑？你的微，我的微笑，你明白就很好啊！完了，这段会唱歌进去。学生放假一个礼拜，提早鬼门开。今天大家刷怪点，居然是这个时间也被占满，找不到好地方刷怪，什么怪啊？你是要刷谁？抓哪个国中生？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，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。哎、欸，问一下哦、喔，如果是一杯口，再加上这个会有同顺吗？哦，有，有哦。嗯，突然低沉的有。来，这位是我们的火鼠，声音也是好听的火鼠。有吗？有吗？害羞啦！
不用紧张啦，久了就会习惯了。我当时跟蔡渣他们开台是不敢讲话、啊，怕抢到他们，打断他们什么，就宁可不说话了。唉，一杯口端要三十哦。身为一个声控，这声音可以，对不对？很可以吧？李子，嗯，嗯，我没有要三色了啊！哦不，我把三色丢出去了。这样就栗子断腰两宝牌了。对吧、啊？把它狠狠的丢出去了。天败！我已在做三次。你想问个问题？你问完了。你还有一个问题吗？没了。你想问个问题？你问完了。所以那个到底是哪个？还丢了平和？不要再说了。我丢了三番出去了，四番、三番，算了，不重要了，都过了。哇，这送你啊！那再问个问题，好，你又问完了，好了，快问啊！今天光遇是不是更新表演器的任务吗？那个解完是不是就可以买？对对对对对，今天那个就可以买音乐了，乐器啊，音乐，买乐器啊！你自一色大事情哦？你说刚刚哦，不是国士无双哦。因为其实那个什么，我们的衣柜里面就有三个洞，我感觉那三个洞就是那三个乐器啊。完了又要花钱，再一个四案客单期，做梦吧，是屁呀、啊！醒醒吧！白吉他好香。嗯，可是就很多声音啊，很多人就是觉得说这样子老玩家的乐那个纪念价值就没有了啊。可是你要想，他们要想，很多已经老玩家都陆续退坑了，没有再玩了嘛，那会造成说就是那个乐器会越来越少嘛，就更会越来越更稀有，然后很多人都只能空干言。不对，搞不好真的有很多很会打乐器的、玩乐器的，就只能用一些比较普通的乐器在玩。普通。我也好像要六，我现在好想要六倍溢满。阳寿用尽做不了，你说阳寿不够高，九六五十四要54年的寿命是不是？金呀，八
干我的事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打架不要打到我这边来哦，拜托。干，我要立吗？我觉得会死哎、欸。立即。发财打出来就死人了哎、欸。四杠子有四暗克单骑，暗杠啊。哎呦！哎呦！我还活着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听这个，我好像更不可能拿到了、欸，哎，我要跟他重牌了。小三元而已，而已，喂，要死了而已。我以为要大三了啊。你是不是在听？四暗客好像是古意，对啊，四暗客就四暗客啊。你给我去看牌谱，你给我去看，我等一下随机抽考一个出来，你答错一个你就完蛋了。四暗杠当起是不是？他说的四暗杠是古意没错，然后却有没有这个哦，我你个头啦！一二三四五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耶。是吗？一堆地方规则的古意很多都很。血魂只用常见那些哦，你看四暗客不香吗？为什么要做国士无双？对不对？你看国士无双来了吧？不打死国士无双，四暗客来了吧？你看是不是？四暗客比国难吧？对啊，难死了。砰！说四暗客是最简单的，我那时候听他也在放屁耶、欸。最简单的牌型，哦，原来不是国士无双哦，我都误会了、欸。啊，打天将一的时候，动不动就来个国士无双什么之类的。哦，没有，在打那个决赛前，不是有个新人在打吗？他那边算一二三，怎么莫名其妙就合牌了，然后翻下去，哦，四暗客。实际上要认真打的话，四暗客出现几率比较高，真的哦？你觉得嘞，火鼠？我来采访火鼠。
是蛮高的，没错。哦，我有一场段位，同一场两局做两次十三克。哇哦！然后一场东一就出来，然后南一出来一次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活着，我至少听牌了，拜托给我粒子棒，耶、yeah! ！我活下来了，我还是可以粒子的。八八什么？你给我滚啊！你给我爬。哦，原来是回克洛，又不是回我。好的，克洛伊，拜拜。我又误会了怪人，怪人，对不起。马来西亚怪人，对不起。哇，我只能做这样了。好，三颗，拜拜。哎、欸，番茄啊，你是要练什么啊？你不练技能吗？一直要练等级，我应该会停一阵子练等级吧。不是练等级啊，练技能啊，要讲什么？如果卡等的话，我就去练技能了。啊，不然你等级练到四五十等，那、啊、就技能还在二三十而已。你被误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哦，好喂，怪了，你最棒了。那确实很尴尬。对啊，反正怎么哇？为什么你不用什么超体攻击？我没练呐、啊，我没有练呐、啊。你要继续揍北极熊。当年魔法大学门口一个人独自练法几个月的时光。对啊，欸、真的，一练都是两三个月起跳、欸，所以那时候才会觉得说魔大的声音那个音乐很好听，就是已经听到魔大的歌就会想到说那时候挂在那边超级久。真的不用我再多抓一只北极熊给我揍吗？不用啊，不用，应该够揍啦。不够揍的话我揍我姐的角色就好了。你要想练等，哎、欸，小鱼你记得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怎么不行？反正都要死了，对不对？就来拼一场大的。二八哦，拜拜，拜拜，快合了！我要亲手把你踢了，没事没事，我这边在裹，你踢死你！好啦，拜拜喽，拜拜。那统计完了，看一下哦。啊，这个统计参考一下，因为感觉有人应该是点的正确的，他、啊、回答到错的。129票，对，然后有 PC 网页这样。哈哈，你哈屁呀、啊！
嗯，啊，我再统计一下好了。现在150人嘛，有几个有打吗？我大概就是估计一下嘛，如果真的很多的话，一个礼拜多开几次嘛。但是有些有时候你们看我早上开嘛，你们也没有出现，就很尴尬。有几个人打吗？我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云雀是，哇。手机可以用两只手点密码，电脑要一个一个点，而且不是有一个是还不能复制贴上吗？我记得有一个可以复制贴上，不是吗？就那时候他们抢的很快，就是因为用复制贴上，复制贴上，这是网页啊。我点有，他要变成我没有了。妈的，云怪人，怪人在骗。哦，怪人又在骗。我有打，但没有抢过房，没有抢。我只是要问有或没有。对，今天先别问说有没有打过啦，啊，只是想问有或没有。应该要问说，应该要给有打牌的人选说，你们有打，但是有没有想抢进来玩还是什么之类的？但我抢不进去。屁啦哦，63票有，这个那些挂台也帮忙回一下，感谢感谢。七，我只是想要一个统计而已。我只是想知道，目前我的客群到底有到哪里？因为可能也是真的是只为了看日麻才过来，打日麻才过来的。用复制贴上还输手机啊，这是太不应该了吧？投票坏掉了，怎么了？你选我没有，都跑到我有是不是？屁啦，八十几个，然后八成都有打，怎么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那时候我没有打天凤啊，我那时候玩天凤第一个合拍的就是岭上开花一番，就这样而已。因为教主才接触日麻的，哇，好多人真的也是我当时玩才跟着玩，真的好多、喔，啊，现在都又比我夸张，比我强，比我恐怖，我的天！我是觉得太慢玩日麻了，当时真的。也是过不了那个坎，就是玩日麻也会很紧张，再就是怕打错牌被骂被追，有的没的，就压力会很大。你上个月才玩。哇，这张好危险哦！打掉这，看，因为兔欧很多人打，所以才想学。你说我吗？还是你？要再结束。一发生就点进去，因为六秒差了四十几秒。你说你四十几秒？诺点。嗯。哦，对啊，其实我那时候也有跟阿米狗的说嘛。啊，没有玩日麻的阿米狗人士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在玩，就是我小雨团团跟杰克三个人，那时候都可以凑成一桌，没错，就还是很想推广日麻嘛。那我也说，有些人就是接受程度不一样，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日麻玩不习惯，
就是不喜欢日麻的方式啊。那我就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打台麻，如果你开台打的话，又觉得，台麻，我觉得台麻真的反而更容易被针对啊，就搞他，搞死他就好了，往死里搞。我一开始没办法不吃不碰不杠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接触过台麻，所以手会很健很痒。所以从台麻转到日麻，真的要克制你的手收。哎呀，他不听话就要打他。你为什么吃？你为什么喝？啊，不啦，你为什么要碰？对吧？所以也懂说为什么不习惯打，不习惯日麻的那个啦方式。但你们开始玩的也都知道，就是你看从一番慢慢全部可以叠起来，叠到一个累积溢满还是什么，就觉得哇好爽哦，就喜欢那种排列组合慢慢凑嘛。反正这是一个 rug 的游戏，有没有？就是每次开局再重来再拼一次的游戏，应该是少数里面我最喜欢的 rug 游戏了。那恋爱养成、裸露色情、恐怖游戏、roguelike， 哈哈哈。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武艺是什么，但常看提示就会慢慢懂。哎呀，哦，弱哥，没事啦。这游戏就是。好游戏，打掉这一张。哦哦，立即！我率先立直啊！对，就魂就是 rug 那个 roguelike 啊。啊，你虽然你的角色能力不会更强，有没有？每次我们都是在空中打怪这样子，彼此厮杀，空中打。然后台上看到的枪牌都问他为什么不能合？对啊，这就是转来就是最主要是台麻有屁股这个东西啊。那日麻就是制止了屁股这个东西。你气气看。我要当宝牌少年。你这什么脸？你交出来哦！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立直，后来才知道，难怪我之前打段位的时候没人指控。那是吗？打段位不是很多时候是断腰的吗？还妈不管你胡什么小鸡鸡牌，你只要自摸就很大。呀，可恶，分数被柴鸟超前了！哇，我们的分数，这场是怎么了？柴鸟，加油好吗？柴鸟，加油好吗？好啦，我要结束一件调查咯，我们再来问个东西，我们现在来问的东西。哎呦，我差点按送出。嗯，按两双，我是不是不小心摸摸出来了？
我要被碰了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日麻在打什么，你吗？哎，昨天你开视不是去了，开荧幕分享才知道，你看牌看好久哦，所以你那时候打一些大牌都是运气是不是？真的都是，啊，有好牌才打好牌，那牌差就直接烂到底是不是？在于你也是白痴，番茄也是三月才开始玩日麻的啊。你在待于我也是什么？失礼，弄。哎呦，你真的大起来了哎，哇！哇，你为我们兔窝争光，我没有给你站的地方，我只能给你这个，点一个小星星。等一下，黑月你是被盗哦，你在打什么字？我干过太多次了，我听北风哦。那天第一局和小白是因为我刚睡醒，不，那都是借口，那都是借口，不行。砰！生气什么？砰！你为什么可以生气？你有想过你刚刚碰了两张他没有碰到的心情？你有想过吗，狗狗？狗狗，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，狗狗？我的发财，我的西风都被你碰走，然后他在那边哭，你有想过他的心情吗？对吧，狗狗？不要哭，不要难过。段位能听北的都听北，这么小鸡鸡的吗？这么无耻。嗯。这么无耻的吗？场上半张白都没有，两张都玩法在你里面，这是有够倒霉。咦。唔丢啦！我要打这张啊！抱歉了，不是，我在看聊天室，我要剁手了，你业屁啊！嗨 ，YT 没了，好吗？妈的，紫材鸟，这种先打心态的，他最近是不是都喜欢这样子玩啊？他私下都这样子吗？
啊，菜鸟，请问你私下都是这样子在玩的吗？来了他，他跑了。你干嘛？怎么那么凶巴巴？哎，我们一样玩到十二点哦。我觉得昨天最好笑的是那个啦，来吧。昨天最好笑的是那个什么，我们昨天在玩马嘛，然后聊一聊，聊的过程就说，哎，我说我要去休息了，我说我女朋友在骂我了，然后他们就说拜拜嘛，我就回头，我就转头看我的床，我就说，哎，克洛伊，我要睡，我要睡，我要睡了，你过去一点，然后。他们全部那边都在那边笑，我说这样挡着，像比如像这样子嘛，我说，哎，克洛伊睡过去点，我要睡觉了，这样子，珍珠晚安。睡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能再闹啦。哎，西米没，西米没。西敏昨天玩到几点？请问西敏怎么没有出现？海马被截胡，我都会爆气。没事啦，你就诅咒他，你就诅咒他，身体健康啊，不对，长命百岁，最好活个九百年之类的。他应该活超过200年就变成一个木乃伊了吧，但是还有呼吸的木乃伊不能动。你昨天去睡佩佩就开麦了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那种有男朋友的我能体谅我能体谅好吗？你要吃饭了，好，拜拜。大家都还说贝贝，你男朋友去睡，原来是白金啊！不叫我起来哦，可恶！可以把我叫起来啊！哎，不是，结果还是给错了。我刚刚这一张要留下来的，哎呀，要不要刺激娃娃？然后说对啊，其实我跟佩佩在一起啊。他说什么男朋友比自己小，你们就不会猜测到说男朋友是教主，对吧？啊，这是这时候就那个放刚才那个两只手握拳，然后举重的姿势耶。Yeah、陆景安安，日月牙安安。那有些玩笑话不要闹了，尤其是感情的玩笑话，好不好？乖，そうしよう。リーチ。干嘛？我还在弄大我的牌耶、欸！
干不行，这张好危险啊！不可以耶，不可以耶！西蒙，どうだ？什么没了？小妞安安，师母，哇，我们分数一样哎。那个天仓在真友啊，有没有包养我不知道，但他在真友。送你，没有。リーチ、スモ、チートイ、ドラニ、ドラ、ドラニ。哦，好痛哦！真的好痛，好扯哦！喂，哎，不对啊！哦，对，没事。我想要奇怪，啊，女主角怎么没有出现？啊，佩佩嘞？啊，佩佩嘞？君明早安！哦，刚才说你怎么还没出现，你就出现了，哇，天哪，小西明哦，是不是两张亮亮的舍不得丢啊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进张顺不顺利？顺利我就丢，看吧。怎么舍不得丢？对，舍不得。我就是舍不得。气。砰！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其实对最近啊，不是也都是一样早上开然后晚上开吗？你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能过着浑浑噩噩的感觉。就感觉有那种过得好像很怎么说啊，没目标吗？反正我最近都这样子啊，已经 一年多了。没有，我要等他走我才要杠。有没有这样，他牌就不会，他牌变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。他可能说教主怎么不早点杠什么之类的啊。爽啦！
糜烂也不是糜烂呢，你要怎么讲？就像标题讲的嘛，不知道干嘛，所以开台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，频道才成长不起来，然后就是因为成长不起来，又开始糜烂，哈哈，恶性循环，就是在玩，玩什么？哇、啊，就玩啊！生活没目标，有啊，有目标啊，就是赚更多的钱，但没有实质去做啊，何来的赚钱？哦，多养几只猫狗就减不下来了。猫跟狗，再想想吧。原来不是我就糜烂哦，你说我就烂啊，就是也会觉得说时间过得好快，啊，怎么一下子一个礼拜又过了？就那种感觉。然后就比如说礼拜日，然后隔天礼拜一嘛，然后开始轻松末日，啊，礼拜一轻松末日嘛，然后礼拜二三四五六就把轻松末日的精华剪一剪，啊，也知道说只有剪轻松末日的话又没有什么，看久了也是会就这样子而已，应该要多找一些素材来拍或者是做了，但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在。应该说，也算是也有点三分钟热度了，也不是三分钟热度啊，就是一开始很新鲜，但是要么是摸透了就开始觉得玩得很就那样子而已，那或者是感觉根本不知道玩什么就那样子而已，对吧？很多游戏都这样子啊。你已经把游戏摸透透了啊，就会觉得腻得很快啊，完全不知道这游戏在干嘛啊，就是玩得不久。待て、ポン。太狠了吧！リーチ。给你啦。あら、ロー。再给你啦，真的不要，我还有一张哦，再给你啦。你还是很懵，很懵什么？你说关于刚睡醒的部分吗？还没睡醒。那我推荐玩音乐游戏，我对音游真的是兴趣，如果十分的话，我音游的兴趣一直都是二或三分呢。那先撇除我手可能会抖的情况，哭了，在这里。
他在李宝牌里。我刚想说不会那么巧吧，就给我蹲在李宝牌堆里。嗯，笑死，真的笑死，难得会对笑死这个词那么想使用它。笑死，还搬出来给我看，对，被羞辱了，我被羞辱了，但我还是想抢。你等下应该最后一场了啦，对，你加油。哎呦，你可以早点来吗？我会更爱你的哦。你也要我有办法啊。啊，我的命就在那边啊，要或不要的问题啊。那我现在还会不会算，还会不会算太迟？什么意思？刚刚说如果你早点来的话我很爱你哦。你是南风哦，你跟他 只对了一个音好不好，你是个男，哎、欸、就没了。他在说早点来爱他的部分。我阿哥公开手牌有病哦。哇，好像要歪了哎！天哪，南风也不错啊。哦，你是说魔法咪噜咪噜吗？还不错啊。师母，你是，我想说你是留到最后没有玩，是刚好打出来。啊，回来看到大牌了，差一点点，就差六三，三一直不来。ドラ三ドラ。満願。進一次。ハネマン。楽勝楽勝。好了，感谢棉被 PP 无名。你们两个每次都错开进来，我压力很大哎、欸。我每次都期待生母口的无名，你知道吗？总是在那边期待，对不对？就像某人的付出，只想得到他一个甜甜的微笑。等到的只有一个问号，等到的却只有问号啊！狗西木手，哎，果然没睡醒，手抖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你可以跟克洛伊玩啊，我可以吃下口他。不是，就是要台面上口才有好看的画面啊。好啦，西敏去睡啦，晚安，晚安。
不对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不是口人，我们要看的是效果。啊，对，就是要看口人，没错，对不起，就是要看你口人。但请不要伤害我。你等一下要出门，好啦，路上小心。阿、啊、怎么每次找的人都是要小那个要出门啊？子瑶回来了没？抓奸，快抓！还没回来了，回来。西敏，快去睡，晚安。你知道我那天不是那天，昨天晚上问西敏啊，算这个不要在这个不要在台上上说好了啊，这个我还是留在彼此的心中，当作是我们彼此的秘密。因为我觉得西敏在旋转我，我问他问题，但他很婉转的回转我。要怎么讲呢？就比如说我今天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他用了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我，我就觉得说事情就是不单纯。这个不要说，那是不是有嘛？你说嘛，对不对？我猜测是正确的啊。欸，如果你再早点来的话，剧本就不一样了欸。小心，不不不，三条。你有试过跟他同一场啊？然后嘞，你有口了西明吗？不要再喂我了，不要再喂我了。金敏对我有秘密？不是啦，是我今天问了他一个秘密的问题。这怎么办啦？好啦，算了啦，就啊，就没缘分啦。缘分就是没有缘的东西吧，放弃吧，没事啦，至少我曾经幻想过啊，一天可以打出两次四安克。可以调出答案。那我要透露了哦，那我要在台上说了哦。他就是在装死啊，装死敏。你就说只吃过一次饭，还记得吗？想起来了吗？你说只有吃饭，对不对？你再不想起来的话，我就回答我问的问题啊，这是你给我的答案。如果你真的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就要说问题咯，不要吓到他。好，那我在 DC 打字，可是我打字可能会念出来。没有啊，这个关台后讲啦，这个关台后再说没关系，因为毕竟那是人家的问题，不对，他可能只是跟他家人吃饭，那个哦，原来不是听错吗？哪个？
我看到关键字了，我是不能开麦了，我妹他们上来吃饭了，那把你妹叫下去，只要我就下去了。我也好想知道，你说他旋转我的部分吗？爱情城堡里面，谁的魔力最深？有谁可以爱着谁，永远不变？拜拜。昨天你睡觉之后，小鱼来找我打吗？那很好啊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一直叫，叫爽了没？叫爽了没？繁星，你叫爽没？给你，算了，不要说好了。你昨天睡之后，我拜托，我昨天睡了之后，佩佩才开麦不是吗？说了什么男朋友去睡了，佩佩就开麦了，我傻眼呢、欸。说好不能提出去的，佩佩竟然把我卖了。然后说我男友去睡了，如果我刚好转身离开。佩佩说了出来，我要自摸咯。冠良不要了啦，冠良不要，你想一下哦。你上家好亮，没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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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别人的事情。哎，我其实是不是又可能是暗客啊？可是如果没碰到的话，也摸不到这一张啊。啊，谁知道嘞？什么四暗客模拟器之类的？啊，这个也就背满而已啊。对啊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至少粒子棒还在。混一色碰碰几宝，一二三四宝牌五。呆鱼又有新名字了，怎么了？他又叫什么了？天白。呆鱼又有什么名字啊？海底チン本日ドラ四ドラバイマン。嗯，小小的背满而已呀、啊。这是西敏最会说的话，听西敏说的话。啊！我靠！我丢错了，我是要丢这个的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那要如何，怎么了，爱会消失了。要呆鱼萌吗？哦，那可以。其实不止呆鱼萌啊，佩佩也很萌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再过一阵子你们只要是妹子的后面都会加个萌字的，跟你讲啊，边缘边缘就算了啦，他一点也不猛。他其实很希望人家夸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就是真的想要，听到人家夸夸他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，很想要听到人家在夸奖他什么。哦，不对耶！场外大四喜自己射，怎么那么棒？
怎么那么棒？那有没有人兴趣加入夸夸群？什么夸夸群？夸张。945爽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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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那请问你的大四喜听的字是哪个？也是发财吗？你最棒，哪个吗？所以是哪个？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精华。就是那个付费群组啊，你讲一句就无意哦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是什么群组？我看一下，安妮有哦，有精华吗？许久玩猎人，全程破魔狩猎呼喊吗？直播精华哦吼吼吼吼！我记得他们那天是在打天会龙。所以我在偷跟什么生母的刀，懂吃喝茶花，懂吃喝茶花，懂吃喝茶花。对人类的声音很兴趣靠腰哦。猎杀你靠哭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加那个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没有加到清单？懂吃喝茶花，懂吃喝茶花。内容：抓鬼小剧场。编辑：ドラ。请问这是什么游戏？雀魂麻将。对啊，在精华短片里啊，啊怎么没有出现？哦。厨房一直0.3、0.4。冠良，你怎么杀人啦、啊？你怎么口人啦、啊？冠良，哇，我摸你两下，好耶，好啦，就到这边了，感谢感谢，没有要打了，没有要打了，没有要打了，我想吃薯条，没有要打了，没有要打了，等一下哦，我检查一下，为什么会没有在那个播放清单里、啊？播放清单，精华短片。哎、欸，哦，自己人吓自己人，哦哦哦，啊，我们来看，先关掉，懂吃喝茶花，懂吃喝茶花，这个小鱼这是开台时候剪的，厨房一直0.3、0.4，哎，你去看那个。不要，我不要进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关我的那个，是你们关可以关我的那个吗？啊、就是这个啦，想要记得怎么游游没出来。关我的那个吗？小鱼关的啦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小鱼。不是要，不是要夜视功能才能看灵球宝贝。我刚要开夜视，你要关我的。我没电，我没碰了。我没有碰哦，我刚没有碰哦，我刚想说奇怪你们在吵架。我没看到，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有看到灵球，有啦，看到了，我关手电筒。好，最后来听这首吧。一天过了一天，我的日记却病恹恹，我们隔得太远太远。多喜欢你，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？我爱我的话，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呀呀没时差，等的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爱我的话。要回答，我只等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，走太远你的回答，听不见。
看出现在这边，好，再听。牙周氏，你看又牙周氏，烦死了，不然就是普拿疼。零死角。中间我在左手，默然中在右，黑暗在我身后。我眼闪电轮流，攻破了防守，都不需要我出手。那里是否有条宁静的河流？无暇的光芒落在无限白昼，信念在歌手，黑暗在颤抖，等着战斗。To be safe， 下一秒被梦打，眼底复活梦梦打，我们摆个帅的 pose 格斗吧，勇士保护公主梦梦打，原地复活梦梦打，黑暗冲破吧。有谁等着被我萌萌哒，我很温柔萌萌哒，笑声才是帮助无限大能量，开始格斗宝贝萌萌哒，还在犹豫什么啦，选个角色吧。你看这边要推荐一个，哎呀哎呀一天过了一，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首比较大声，另外一首比较小声，另外一首是我直接吃下，直接偷录然后直接丢上去的，所以我完全没有后置。那这一部是直播的时候，我又把音量拉到两倍大，对啊，欸，不然我们来剪片好了，我还有一首西敏的歌还没剪，那我先关掉画面。爱我的话，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。嗯，还有一首啊，是那个他唱海绵宝宝，可是海绵宝宝我在想要不要，因为我记得那天他唱海绵宝宝好像不适合丢在上面，等一下哦，开一开替换。那我可以剪你的吗？不用谢谢，不用谢谢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你之前那个我应该可以直接加那个加清单，就是播放清单，我应该可以直接从你的剪辑精华里面丢进来。剪片音乐不是音乐，剪片游戏是哪一天啊？你走太远，你走太远，你的回答是这一天吗？22分。22/21号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，我看一下好了，这是21号哦，那可能真的是哦，等一下哦。我喜欢你，从来不用说，关22分，先看一下22分钟。欸不是欸，这天是跟番茄在打，所以我去看医生，所以不是这一部。我去看一下记录档哦，记录档是几月几号？20号。白痴。一天过了一天，我的日记却病恹恹。我们隔得太远太远。那个西敏，抱歉，刚刚是记录档的声音。这个吧。哦，爱我的话。给我回答，22分吧，这里。爱我的话，厉害吧？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。看一下哦，这里。多喜欢你，从来不会说。多在乎你，到底懂不懂？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？我爱我的话，给我回答。你看这个群幕的，来，
我的爱呀呀被施展，等的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。麦来吃东西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吗？这一段我再剪出来。哪一段啊？骗赞过分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不然下次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我记得你有唱《海绵宝宝》啊？他刚刚说准备开唱了吗？我听。听不。哪一段《海绵宝宝》啊？叮咚噔噔噔噔噔。谁？我。麦来吃东西了。对啊，在吃东西。你为什么要吃东西？你为什么？你不是不用吃东西吗？你不是仙女吗？不用吃东西。美女仙女不是不用吃东西的吗？我不是啊。你不是说你是仙女？那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哇塞！不是你既然要当仙女，你记得我。对啊，就是。而且我也很少第一场可以抢进来。喝醉跟我这个喝醉真的差别很大呢。你看我这个喝醉多漂亮，你那个是啥？我觉得这段最好笑，这段是他们两个在斗嘴，然后我在关着麦听西敏唱歌。懂不懂？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？我天，那么一边抢一边哀。你看。我也要酒，我也要酒，你看我也要。真的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好，应该是结束吧。东四局之后找一下哦。东四，又在那边尬酒，喝，一起喝。第四里啦，这里吧。好一次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脚书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眼睛瞪大在装无辜，原来最后于事无补，不知你买什么葫芦，心里没数，追你的竞争太残酷，都在你心里的温度，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。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，平时太沉默，这次要突破，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脚书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再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对，就是在最后他好像要关麦还是动到麦克风的时候，就咔咔咔咔咔，我想说这个要丢上来吗？那天在犹豫很久，你们觉得要吗？就是下一站就叫幸福，这样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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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还嘴瓢，差点唱错词。然后这时候我在尝试开麦，喂，然后所以没有讲话。等一下，我要打开东西太多，我要把两边的麦克风都关掉。啊，你最后啊，应该可以啦，就是最后动到麦克风，你最后动到麦克风，难听重唱。金敏上台啊，就是最后这一段啊，觉得比较可惜，没丢上来的原因是这个。幸福，不只是无而已嘞，幸福无，幸福无，就整到这里啦。怎样？啊，我的话是到哪里啊？150。是这一场结束吗？而且我那时候还唱错歌词，超好笑。那时候是眼睛，其实眼睛闭起来在那边唱的。
这段吧。听哦，哎，其实，哦，我想说准备要进麦，这段吧。那克洛伊在吗？哦，有哎，好啊，这首为了克洛伊唱的，不行哎，还是我改天去把那个，等一下哦。好，这样子，好羞耻哦！我不听。我喜欢你。不行不行不行啊！我死了，谢谢我死了。你冷冷态度。不行，我死了，谢谢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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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死了，谢谢大家，死了。我们就传西米的这一段就好了，一分多钟。我喜欢你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好啦，那就到这边了。那个，这个我等一下丢上去。向前。不行，这个声音变得，我喜欢，不行，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，而且海绵宝宝这首歌很喘，他唱完唱到副歌那边会喘到要死，求抖内解锁教主的不行，我再听一次自己的一下好了。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，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陪你过马路，我怎么就没气了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，眼睛瞪大在装无辜，最后原来最后原来于事无补，不知你买什么葫芦，心里没数眼睛瞪大在装无辜，原来最后于事无补，不知你买什么葫芦，心里没数，对你的竞争太残酷，都猜你心底的温度，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，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，平时太沉默，这次要突破，来试出海绵宝宝的幽默，没气了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，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陪你过马路，没气了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，好了，听完了，去听记录档就好了，听什么精华、啊？我喜欢。好，我知道我喜欢。好好好啊，好，我知道你喜欢。好啦，那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早上来看啊，来打麻，来挂台，大家晚安，那个晚上见啦，晚上见，嘿。欸，小鱼，今天休息吧，今天就不要抓鬼了。好，不要吃饭吃那么赶。好，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